下热天呢，门的挡到，有人呢就挡江外边门的掉。据说一般市面上卖玉门的商品，咪见来见到诶。中华县客家文化艺术发展协会就来搞民众用诶用植物精油来做防蚊水，唔但像挡简单，又唔会昂贵，还个自家用来加以安心。这项绿豆一罐一罐香茅、尤加利、沙拉凤、薄荷各种植物精油，拥有驱蚊的效果。在将五 CC 的植物精油同二十 CC 的染发剂调控下，各加入两百 CC 的纯水搅搅的，就是来做出习惯防蚊水。一罐成本还不是二十块，加入马家用的每套拢是在自家先。到外面买的防蚊液啊，都有一些不知道放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啊，如果来这里上课啊，然后这里面放的东西都是那个精油，我们用起来就很安心了。香茅精油，还有尤加利，啊，这两种是最主要的。我们精油一定要加那个乳化剂，哈，先把它调匀，哈，然后再去稀释。主要就是我们，比较经济实惠了。热天系门当道嘅季节，尤其到庄下也系盛行千多。不过市面上卖嘅防蚊产品又更唔安全。彰化县客家文化艺术发展协会就教民众用简单嘅原料，自家同时来做防蚊水同防蚊手工茶菇。来做个清洁剂，然后手工皂是第一次，体积百种。防蚊液没冇做过，所以来喝。今年吼系施枝延期啦，种子延期出来吼，安尼喷法同啊，现在做教大家做了植物性的防蚊液。今年安尼喷了法同最重要的目的。协会表示，虽然精油同化工行也系手工艺材料店，拢是得买到。不过彰化县云溪乡种当多香草植物，协会为了也希望自家体验精油来做行口安全，同时兼顾采取特色嘅手工防蚊产品。提供本向前使用。客家新闻李新龙彰化报道。